狠人啊！谁呀？It's me。怎么回事？一个二哥老气横秋的，我可是第一次睡在舞台上，这人生经历太难得了，是不是？不兴奋吗？ 这是姓雷的，给你们准备的十天集训物资，一会儿自行认领一下。好了，不要愁眉苦脸的了，这不是宿舍都满了吗？只能安排在这儿了。嗯，这样吧，男生睡在幕前，女生睡在幕后，离洗手间也近一点。我呢，我睡那儿。动起来吧。 快点，动起来了！一会儿熄灯了，没人管你们了。快！我就这儿吧。还有啊，你跟老师讲了，钱已经追回来了，以后莫打电话把我，搞得我欠他钱一样的。 老师，就算要拦着不，但也需要时间，对不？这太不像某人民教师了。王队，哎，工作上工作上，哎，我是想跟你说那个事儿，你赶紧讲。你跟他讲啊，钱已经追回来了，下次以后千万不来了，真把他惹上自己家了。王队，王队，王队，有事吗？李然，你出生那次考试，你是输了，但不是你不错，你可以把高考当成一次补考，我不会让你输的。有事快说，没事走了。 没事儿。这里面的语法是什么？其 哎，班长，你随便选一下题。
不是松体吗？上课。第一题，选 B， 一七年全国三卷。第二题，刘备跟敖三是一七年荆州二卷。第三题。是荆州一六年模拟题。A 三等于四。太聪明了。真正的好学之人，不要总是想着吃得好住着爽，做事要靠谱，说话要有谱，要多向像我一样的人学习，才会牛了个牛。懂了吗？哦。承夫子教诲。别别别，夫子在那儿呢。承夫子教诲。外国使节求见。夫子曰：“学，学而不思，思。” Sorry, I don't get it. 可夫。Confucius said, "Learning without thinking is ambiguous. Thinking without learning is perilous." 正所谓学而不思则 confused。思而不学则殆。